啦啦啦啦啦啦。好，这样的圆舞曲呢，听起来是非常的轻松的。啊，明天呢就是美丽的假期，希望大家能够轻松又愉快。这首歌一样，希望大家呢，就像圆舞曲的这种快乐的心情一样。谢谢我们的好朋友，感谢您。谢谢这一首。